当我说寂静，我打破了寂静。当我念出未来，它继承了过去。时间是一时的错觉吗？我在过去的未来，又或是未来的过去，夜空有来自不同过去的光。当我找不到此刻的证据，试图将瞬间定义成永恒，你看见每秒24帧的我，我听见你的回响，我知道，在这个维度里，我与你无限靠近。